徐记咖啡推广系列活动五级咖后活动正式开始，尖叫声！在我们今天活动一开场，我们要来邀请到的是我们在地头角艺术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掌声给我们头角艺术团！欢迎大家可以
到我们今天活动的最后，当然好像还有其他在地的好朋友也来到我们当中，真的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所有的这个节目的表演以及今天的这个赛事。那么在我们复兴区呢，我们从109年开始，其实我们就一直推广我们的咖啡的这个系列的这个活动。那当然啦，咖啡呢，其实是我们这几年来在复兴区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这个产物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支持我们在地小农的一个努力，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这个成果。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主舞台的这个赛事的活动之外呢，在这边也跟大家推广跟介绍一下哈，我们在脚板山公园，就是大家后方的那个位置，好，请大家可以转头看一下，有我们这两天的这个市集哈，市集的活动。那在市集的活动呢，刚刚我一直跟大家宣传哈，我们有消费满250元，我们就可以兑换我们复兴区在地品牌的这个咖啡的兑换券，欢迎大家可以多多一起支持，一起响应，非常欢迎大家哈。好的，那么在这边呢，我们活动一开始呢，当然真的是非常感谢的莅临之外，我们在现场也有很多的长官跟来宾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见证我们今天复兴区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刻。在这边呢，主持人一一来畅明介绍，也欢迎长官呢就在席座上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致个意就可以了。好的，在这边呢，首先非常欢迎我们复兴区的大家长，我们苏卓群苏区长来到我们当中，区长好，欢迎大家啊。那当然，我们也要非常欢迎我们桃园市政府农业局的副局长江富贵江副局长来到我们当中，非常谢谢我们市政府的支持，让我们的小农更有信心的啊，一直可以推展我们复兴区的在地观光跟在地的农特产品。还有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复兴分驻所的所长高志友高所长来在我们当中，好，非常欢迎。以及我们桃园市政府消防局第4大队复兴分队的分队长宋贤志宋分队长，欢迎。还有我们复兴区卫生所的主任林德文林主任也在我们当中，非常欢迎主任。以及我们桃园市议员陈议员的助理云云也在我们当中，非常欢迎，谢谢议员的支持。还有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成，也非常谢谢我们复兴区民代表会的主席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非常欢迎张昌豪张主席也在我们当中，非常谢谢。以及我们森长雄森代表也在我们当中，欢迎你。还有我们余文元余代表也在我们当中，非常欢迎。以及我们杨梦婷杨代表也在我们当中，非常欢迎。还有我们柯玉明柯代表也在我们当中，非常欢迎，他在我们后方。还有我们的江远恒江代表也在我们当中，非常欢迎。以及我们简明仁简代表在我们当中，欢迎简代表。当然啦，还有我们很辛苦的在地的里长朋友们也在我们当中，非常欢迎里长们的莅临。首先非常欢迎的是我们霞云里的里长洪明德洪里长在我们当中，谢谢里长。以及我们义县里的里长王小生黄里长也在我们当中，非常欢迎，在我们的左边。以及我们回归里的里长李夏兰里里长也在我们当中，里长好。也有一路一起陪伴我们的这个农会的伙伴也在我们当中，在这边一一畅明跟大家介绍，非常欢迎我们复兴区农会的总干事高品章高总干事在我们当中，欢迎。以及我们复兴区农会的常务监事黄金兰黄常务监事也在我们当中，非常欢迎。以及我们复兴区的这个很重要的哈，我们的这个区长的左右膀臂了哈，非常欢迎我们机要秘书李国焕李机要秘书也在我们当中，欢迎。还有我们王启王秘书也在我们当中，非常欢迎。好了，当然哈，我们的小龙哈，我们的小龙，好了，在这边也非常欢迎我们的这个那个土壤监哦，是那头
眼睛看到的这个名单哦，跟眼睛真正看到的哦，你这会搞混，真的很抱歉。我们苏维安的助理哈，也在我们的秘书啦哈，也在我们当中陈胜上陈秘书，非常欢迎您的支持。还有我们三光里的里长也在我们当中，非常辛苦，谢谢谢谢我们陈慧玲陈里长。好的，还有我们农业部农业事业农业试验所嘉义农业试验分所的研究员。淑芬张副研究员在我们当中哦，我在想啊，应该也是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评鉴哈，他们评鉴来做一些准备。好的，这边。